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有一对夫妻10年以来坚持运动锻炼10公里，但爱运动的他们最近却被医生告知双双要换膝盖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原来10年前64岁的陆女士患糖尿病，爱妻情深的丈夫华先生陪糖尿病妻子暴走，并且夫妻双方都密切关心彼此的身体，详细记录各项指标。10年后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夫妻两人关节逐渐出现疼痛肿胀的情况，且反复发作。陆女士还有半月板撕裂，特别是晨起刚走路以及长时间行走之后更为剧烈，疼痛评分高达10分，相当于女性生孩子时的分娩痛。疼痛阻碍了两人的旅游梦，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。经检查，夫妻俩的膝关节均严重变形。经过精心准备，日前夫妻俩已经在同一天内完成了膝关节置换手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膝关节置换呢？中晚年的患者由于疼痛难忍，保守治疗效果也差的情况下，可以选择膝关节置换。其实关节置换术是一个最终的治疗，创伤也比较大，因为关节置换的假体是人工材料，这些材料通常使用寿命为20年左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早期就做好膝关节保护。膝关节损伤80-90%与运动过度有关，临床上除了因年龄增大而发生骨关节退行性病变的患者之外，80%-90%都是运动过度造成的膝骨关节损伤。运动不正确会导致膝盖提前退休。我们的膝关节表面都有一层软骨，能够润滑吸收冲击，减缓摩擦和保护关节。然而软骨也是会被磨损的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过度使用或者外来损伤，软骨表面不再光滑，就会产生令人不适的摩擦感，加上滑膜上神经丰富，疼痛和炎症随之而来。走路有益健康，但要会走路，那么是不是就不能运动了呢？当然不是，而是要选择一些不是那么伤害膝盖的运动方式，尤其是老人。一、走路步数6000步。人常说万步走，不过中食膳食营养指南建议是日行6000步。6000步比较安全，万步只是有利于记忆，能走多少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不必过于刻板，要循序渐进，兼顾有氧运动的安全与效果。出现身体不舒服或者感觉疲劳，建议停止运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。二、走路时间至少30分钟。步行的速度可分为慢走70步-90步每分钟，中速走90-120步每分钟，快走120-140步每分钟，急速走140步以上每分钟。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人可采取中速或快走，每次30-40分钟，可进一步强化心肺功能。走路以微微出汗为宜。三、走路地点公园或塑胶场地。走路最好还是在公园、体育馆等远离马路、清静又干净的地方，最好是塑胶场地，而避免在水泥地、柏油路等硬地面上走，也避免上下坡行走或者上下台阶，因为这些路段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大，膝盖部位容易受伤。四、走路姿势抬头挺胸。最理想的走路姿势是头部应该是垂直的，不要盯着脚下看，一定不要含胸，而是将胸部挺起来，同时收紧小腹和臀部，最好让手臂轻微弯曲，随着步伐自由摆动，体现出韵律感。走路时可有意地调整呼吸，建议走3步吸一次气，走3步呼一次。
四，走路准备一定要拉伸，健走前最好做做拉伸，或者原地小跑5到10分钟，增加关节的灵活度。健走后也要做做放松和拉伸活动。五，走路装备，鞋底要微软有弹性，走路一定要选双好鞋，不一定非要名牌，舒服就行。因为健走时脚底所受到的冲击是全身体重的 1.2到1.5 倍，一双合脚的软底跑鞋可缓解走路时脚底的压力，保护脚踝关节免受伤害。掰一下脚底可以自如的弯曲，穿上走几步脚底有轻微的弹力，但不至于太软。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剧烈运动，潜在恶性心律失常、先天性心脏病的人快走后甚至可能诱发心脏病，因此当你走路后发现有明显的呼吸困难、胸闷等症状，就该马上停下来休息。如果症状不能缓解，或者持续几天都有类似症状，应及时到医院排查是否有心脏问题。另外，一些基础疾病患者，如患有老慢支等肺部疾病、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骨质疏松、骨关节病、腰椎间盘突出，参加基部运动前应咨询医生做好评估。运动过程中应循序渐进，不要突然开始，不要突然停止，有序增加或减少运动量，尽量不要饭后立即出门锻炼，一般最好隔1个小时左右。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上了年龄的人跟着暴走团或者过度运动，这显然是错误的。提醒大家，别看现在走的没事儿，过2年症状就出来了。做运动切记量力而行，8个动作教你一套全身关节操。其实如果早晨能够正确的拉伸肌肉、活动关节，把握住起床的这段黄金时间，完全可以用一个饱满的姿态迎接工作。起床3动作唤醒身体，醒来后并不着急马上窜起来，以免发生两眼一黑的体位性低血压，此时身体可能还没被唤醒，可在床上再躺几分钟，做做以下3个动作唤醒肌肉关节。动作一，伸个大懒腰，要领躺着伸懒腰，伸直颈部，呼吸扩胸，伸展双臂、腰部和下肢，作用是全身多数肌肉收缩，加速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，并消除身体紧张疲劳。动作二，床上摇一摇，要领躺着蜷缩身体，双手抱膝，小幅度上下摇动10次，作用是肩背和腰部的肌肉放松，缓解可能的腰背疲劳。动作三，坐起转转头，要领从床上坐起，但不着急起身，头缓缓向左和右转头，体会拉伸感，上半身可跟着一起转，作用活动颈椎，缓解肌肉疲劳僵硬，更加速清醒。以上3个动作能有效缓解，让人彻底清醒，并适当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，唤醒身体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是小颖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